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魔术节目。魔术呀，在中国古代又叫幻术。2000多年前，中国人就有了驯兽、驯鸟、驯虫艺，但这种技艺在民间已经渐渐失传了。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魔术师，要为我们展现这一绝活，掌声欢迎傅衍东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给您拜年了。你好衍东，欢迎你。一看着长袍马褂就知道今天带来的是中国幻术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呢我还带来了我们家祖传的宝贝。宝贝？什么宝贝啊？这不就几条金鱼儿吗？这可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传给我的。 你们家金鱼儿活那么长时间啊？哎，他们不光活得长，而且个个是身怀绝技。真的？那咱们赶紧见识见识。您看好了。哎，董卿，嗯，既然祖传的宝贝在此，咱可得讲究点儿。铺桌布，那把这鱼缸给挪一下。哎，不必，看好了，走。哎呀，魔术师都这样，先小露一手。衍东啊，这金鱼儿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呀？哎，你信不信？你看，我先做个动作。作揖。为什么要作揖呀？董卿啊，嗯，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，个个的岁数都比我大，是几条长辈。哎，你信不信我能让他们组成方阵接受电视观众的检阅？我不信，金鱼排方阵从来没听说过。那你看好了。嗯，哎，对，过来过来，对，很好，左转左转，不错不错，好的，继续继续，保持保持状态啊。好，左转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难度升级，对，分组训练，对，红的过来，黑的过去，不错，交叉。哎，慢慢的慢慢的，别着急。对了对了，很好，巩固一下，再来一次。呵，哎，注意了注意了，好，齐头并进，对对对对，很好，不错啊，很好，一字长蛇。嘿，好，我们到前面给观众们拜年。太神了，解散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，衍东，这鱼真听你话呀。那当然是我们家的鱼嘛。真的？那它能听我的口令吗？我也指挥一下。你也想试一试？是啊。嗯，那你试试吧。我试试。嗯，来，准备啊，向前看，齐步走，走，不听我的呀。董卿，其实你想试非常简单，我也跟他们商量一下。各位长辈，董卿说她也想试一试。嗯啊，咱千万捧捧场，拜托了。啊，什么？啊？哦哦。哦啊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哎，您看，可以试了，这就行了。来来吧，试试啊，准备，向前看，齐步走。哎呀，解散。哎呀，哎，这真是宝贝呀、啊，董卿。嗯，这都是雕虫小技。真的？其实呢，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还给我留下了一幅画。什么画呀？您请看。来看看，鲢鱼图，有鲢有鱼，也祝大家连年有余。这画又有什么讲究呢？这个嘛，哎，先把这鱼缸给我拿起来。给。我现在考你个问题。嗯。这缸里现在有没有鱼？没有啊。回答正确。嗨，一会儿就有了。从哪儿来呢？鱼从画上来。画上的鱼到鱼缸里来？这还隔着玻璃呢。没错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画上的鱼啊，它也是有灵性的。真的？你看好了。哎，董卿，它动了一下。哪儿呢？没看见啊。我感觉到了，但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？为什么呀？哎，这画上的鱼啊，他也是要听掌声的嘛。鼓掌。您看，掌声响起，鱼儿就出来了。哎呀，
真的，这真是画上那条鱼吗？哎，这鱼没了，那你能给变回去吗？啊，还要变回去？对呀。哎呦喂，幸亏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说过，又来了，咱能变出来就能变回去。哎，乖哦，听话。刚才是从这儿出来的是吧？从哪儿来咱还回哪儿去走。哇，你们家鱼可真是宝贝啊，有灵性。彦东，那我可得给你出道难题。嗯，你能把这画上的三条鱼都给我变出来吗？啊，三条鱼都变出来？哎，变到这水族箱里来怎么样？还要变到水族箱啊？那太难了吧。这不难，能让他上春节晚会吗？傅彦东，你今天要是能把这三条鱼都给我变出来，我给你的鱼作揖，行吗？这个虽然这很难，但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说过，咱只要有绝活就什么都难不倒。朋友们注意了，您可千万别眨眼。哎呀，动了，看好了，这就叫不可思议。佩服佩服，这真的是不可思议。这就是锦鳞锦绣锦乾坤，富国富家富人民，提名金榜素辉煌，喜看鲤鱼跃龙门。好多的气泡啊，好多的鱼。年年有余，谢谢，再次掌声，谢谢傅彦东。